中生了变故，只有我逃了出来。不想下山路上又被妖人擒住，在这掉了三日三夜。不知哪师修来的缘法，今生得遇好哥哥，舍坑舍大慈悲，救我一家老小。就算点身卖命，也要酬谢大恩。我说的没错，这小羊叫唤起来果然高人。是他们，抓我的人回来了。好个冤家上钩！现在怎么办？通通烧死，烧个啤酒肉啊！Yeah.
风流啊，比老猪更怜香惜玉。嗯，妖精，姓甚名谁？老实说来。若有半句变化，叔叔的钉耙可不长眼。哼，好险好险，多谢恩人搭救。我是大力王的女儿，名叫平平。胡扯！牛魔王何来女儿？哄骗我老猪，讨打！我记得你，我母亲玉面公主就是被你所杀。母亲死后，我便一直跟着父亲生活。铁扇公主心善，认我做了养女。后来，哥哥从南海学成回来，我们一家团聚，终于过上安宁日子。哥哥一向孝顺，对我也甚是关照。可是不知怎的，不久前他忽然性情大变，他悄悄招了火云洞的旧部过来，先是求了父亲，又困住母亲。我实在没有法子了，才跑出来搬救兵。可的一出山口，就撞进了哥哥的手下。那牛魔王神通无穷，我跟师兄两人才斗他不过，铁扇仙更有灵宝护身，怎么到了你这女怪嘴里啊？说求就求了。谁能料到自己儿子反目成仇？做父母的，谁又真的狠心对亲生孩子动手？呆子，这小狐狸哄你玩呢。你们看看这里，若不是哥哥的三昧真火，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？不好，父亲性命顷刻即休，请侯哥哥务必助我一家渡此劫难。火焰山极凶极险，这只脚镣虫儿你却收好，到时自有用处。这声音耳熟得很呐，老猪，我去探探便知。来不及了，侯哥哥，我在前面带路。